起身就上到瞓覺。唔係，咁你都係成日碌電話啦。我諗特別用網絡係因為佢係好即時嘅，即時同埋係全世界咁樣去分享嘅，係建立一啲思考模式啊，而建立嘅同時又一齊分享咁樣，即係以一個公開嘅平台去做呢個思考嘅過程。係，我叫林海善。28歲啦，呢度叫 Artist V 啦，基本上係我嘅 studio 啦，有一部分咧係對外開放，咁就每個星期可能一兩日啊，做二手店同埋 recycling， 某啲係可以改裝再做創作咁樣嘅，有啲就會免費送出去啦，有啲就二手好似救世軍咁賣啦，運用現成物件嘅。一個方向就係咁啦，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有部分係諷刺當代藝術，做創作唔同人唔同取向，咁有啲中意回應呢樣，有啲中意回應嗰樣，咁我又中意回應下藝術本身。其實我不嬲都唔做攝影嘅，不過始終呢個 series 係差唔多五六年前噶啦，以 practice 嚟講，即係純粹係嗰陣試用呢個媒介嘅啫。透過呢啲以相片為主嘅平台，咁就慢慢多咗留意對相片呢樣嘢，慢慢再建立影相呢個 series 入邊嘅題材，就係屋企好亂，即係成長以嚟都係一個非常之痛苦嘅一個經歷嚟嘅。好似好負面，但係其實只不過係記錄或者表達翻我親身生活嘅一個情況，就即係好似任何作品、任何表達一啲自我感受嘅一啲作品。呢個咁惡劣嘅環境嘅同時，又唔係嘗試用一個 elegant 啲嘅手法去捕捉呢個咁惡劣嘅環境，就有啲平衡咁。就係而家個環境係咁，即係無論你係幾有錢或者幾冇錢，你嘅屋企都會有大量嘅嘢，只不過係你有冇地方去擺嗰啲嘢咁樣。嗰個而家資本主義社會嘅一個情況，再加埋喺啲剝削人或者剝削環境或者剝削動物去製造生產一啲物品出嚟，我哋係可以用好平嘅經濟嘅量係可以去就可以做到嘅。基本上，所以無論你有冇錢，咁你都可以去擁有呢啲物質嘅喎，所以啲嘢咪咁嚟咯。好多嘢都係嗰個權力之間嘅關係啦，權力失衡導致嘅問題就好多啦。啲藝術係牽涉到意識形態嘅處理嘅啫。即意識形態本身就係唔係都會係我哋自己互相影響自己噶啦，係睇下咩方法嘅啫。咁平時我哋講嘢互相影響大家，藝術創作只不過係一個嘅取向。咁創作以外，其實係可以做到好多嘢，都係可以改變社會嘅。你衣食住行，你都係喺度投緊票噶喎，買啲乜嘢啊？食啲乜嘢，講啲乜嘢，點樣講嘢，用邊啲字，全部都係一個政治抉擇嚟噶嘛。就算唔 actively 去做任何想改變世界嘅事，你都係改變緊世界的。